原乡各地的天气如何？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首先看到屏东狮子牡丹满洲气温是23到30度，太武来义春日气温是22到30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气温是19到30度，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14度，在桃园高温来到28度。嘉义阿里山气温是14到27度，要留意日夜温差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新营最低温11度，在仁爱高温来到26度。台中和平气温是16到26度。苗栗南庄湿潭泰安气温是21到28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15度，在尖石高温来到28度。新北乌来、桃园复兴气温是20到26度，宜兰大同南澳气温是19到29度，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气温是25到29度，秀林万荣气温是18到29度，寿丰丰滨气温是23到30度。凤林光复瑞穗气温24到29度，卓溪玉里跟富里最低温只有11度，在卓溪高温来到29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气温是25到30度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气温是18到29度，鹿野台东市卑南气温是23到30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气温是20到31度，兰屿地区气温是27到30度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气温是26到30度。